昔日我这转告菩萨法，其至于今日全蒙应许，四十一年来啦，法迷心，不求自处得，庆幸欢喜。啊，咱都知影，恭敬听话啦，啊，拢是真辛苦。啊，遮尼侪人根基无同，也都爱适应根基，尤其是听话啦，前后无整齐。正面的来听，反复听；后面的人来，正面的无听。所以啊，佛陀第一爱适应根基，第二来呢，就是爱和人人前后合一，法拢听有。一定爱予伊现在听，也知影过去的话。佛陀五时说教，这五时说教呢，毋是讲吼阿含经讲了十二年，安尼就停落来啊，其实。看讲一开始呢，素体法，一直到佛陀入灭前，佛未到，还是一个叫大家人爱重视素体法，可见佛陀的教法啊，所讲的经。任何一个时阵，大小圣呢，拢是同齐伫咧讲啊。看看根基啦，什么款的根基，伊都讲什么款的话。所以前后呢，佛陀所说法啦，是一致。不断安尼讲啊，虽然讲昔日不济转，所讲的不济呢，不济以前阁有方等，方等的以前呢，阁有阿含，所以这些阿含方等不济，这拢是。佛陀一生中，逐天啊，向伊的弟子群所说的话，不管是出家、在家的弟子啊，佛陀还是同款，周而复始哦，啊，讲一遍啦，好，再来一次啊。安尼呢，不断呐，就讲遮个道理，敢是讲一直到现在今仔日，佛陀才开始讲啊，讲会成佛，会一生实法呢？唔止哦，这个一生实法啦，是佛的本怀。开始伊就讲啦，是咱听无，佛陀开始说法，迄个第一次转法轮啦，都已经呢说尽了人间法啦，其至于今日全蒙定数，佛陀唔是甲今仔日做。会发则隆重透露出来，其实
从生活的那刻开始，一直到刚发华经，拢是同款。只是咱众生啊，也阁是未着，无法度呢透彻体会佛陀的本怀。所以讲，四十一年来啦，法迷入心，只是听啦、知啦、了解啦，有入心啊无？啊，慢慢来哦，偌久的时间好慢呢，一拖落去四十几年咯。娑婆提定年纪休埋啦，已经表露出了过去听法呢。虽然佛陀讲法真久，因嘛听干呢真疲倦啦。这是啊，娑婆提经藏中的领导者，这几位呢，大家人的心声，大家人伫四十多年来啦，发无入心，啊，就是啊，守伫迄个偏空林，无想要搁再烦恼断除，爱处众立群。去度众生，因无兴趣啦，所以不求。但是即马了解啦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呢，现这个境界来向佛陀啊忏悔，因过去听法无认真。啊，敢是真正因遐尼无认真呢？拢总是已经是觉悟啦，哪会无认真啦、啊？这是咧甲咱后辈的人说法，释菩提是要叫醒咱未来修行者一粒心嘛、啊，希望咱人人爱把握。当下，爱会晓珍惜法，这大乘法呢，咱一定爱入心，唔只是法入心，法爱用在人群中去。这是释菩提定，因大家人的用心，所以讲不求自住得啦，这是啊。表示那份的欢喜，即嘛启发了大心啦，法已经入心来啦，原来已经呢开始发愿啦，舍利弗已经受佛陀受记啦，现在呢就特别轮到阮大家人也会当得佛受记，过去唔敢想，现在呢已经。得佛受记的时间已经降临了，所以因欢喜。那前面的经文安尼讲，年纪中大呀，家福穷困，地平四方，依旧依实，渐渐悠行。故向本国，几乎先来求助不得。我若讲到这，大家人也会记得无？穷困，这已经呢，十二十至五十岁，这已经是伫天与人间啦。在五度安尼呢，伫咧轮转啦，已经甲法拢老掉去啦。伫人间做了真多的业，真呢
是伫五道的内底啊，所以表达了穷困，渐渐游行。罗定的一世人真乐平吼，安尼游行啊，渐渐游向本国，表示讲吼，当着佛法了后啦，理解啦，开始呢，知影向咱真如本性，开始慢慢靠近来咯，啊，已经接近了。几乎先来求助不得，啊，又是搁在形容啊，佛还是大乘来，来多位呢？来三界啦，佛陀感悟了后呢，一直讲法啦，在三界中不断呢，说法度众生。确实呢，众生会当接受的人啊，实在是真少啦。真正会当体会到佛心的人，真正真难，所以叫做求助不得吼。下面接落来，安尼讲吼，重志一心，齐家大富。財寶無量，金銀琉璃，璨瓦瓦片，玻璃珠鼎，具足充庫，色界盈溢，這重志一心，這是欲，這是向這個道理來解說啦，這是譬如呢，佛自大乘平等发声，智慧菩萨，佛陀的慈悲已经平等啦。这是一种譬如，这个法吼，咱人人本具啊，真如本性啊，咱人人拢有一个心体，那这个譬如。法的声，咱的真如的源头啦，就是法自发声吼。那智慧菩萨这个所在呢，啊，所在的地方，这个发声啦，那其实完全拢是菩萨发大心入大愿的人啦，才有法度去体会到。在这个心体吼，咱那一旦体会到佛心啦，咱了解啦，就一旦行菩萨道啊，佛呢本有教义大乘啦，故出于大乘一心求知，所以伊迄个心体啦，就是。完全甲人人，你会当入这个门来，那就是爱行菩萨道是大乘法。那啊，那是用俗来讲啦，那用俗来解说，就是譬如讲，佛为一大事因缘应化在人间。以不上生道，吼，安尼用人间注释，安尼叫做一声呀，出生伫迦毗罗卫国，教用呢在天下，伫印度人吼，那这就是应化身在人间呐，以所说的话呢，就是。普遍在人间，这呢就是譬如一声哦，这是俗语来讲啦。那齐家大富，财宝无量哦。那这齐家大富啊，就是表示佛的
波心所寄的波托，这个地方娑婆世界呢，是以自愿来的地方，不是业力牵引来，是以的誓愿哦。所以佛陀以娑婆世界为伊的故土，以发弘誓愿，不断来人间啊，发留伫人间，依法修行啊。那人呢，也是生生世世以这个娑婆世界而来，这呢，这是佛伊的应化心吼，也就是伊的家啦。娑婆世界是伊的家哦，吼。那积聚万德，每回来到人间呐，就是爱积聚呢，是世间所需要的财富。所讲的财富呢，就是法，爱用世间法啦。啊，入世间呐，随世间法来施教，所以呢，这娑婆世界是佛陀的应化土啊，嘛是佛陀的大家庭啊。啊，佛陀呢，还是呢用无量尽呐，伊的智慧，安尼来度众生，所以。积聚万德吼，啊，这个非德相闻呐，有德才有法度度人呐。所以，譬如财富无量，所以名大富。财宝呢，就是譬如佛功德啦，以教化的法大乘。好，佛陀的功德已经累积、累积、累积间呢，真多啦！啊，所教化的法呢是真大、真深吼、真往生的法。天下也无有这项法啦，佛不了解吼，佛有五道福德为财。五道福德呢？一财是啥物啊？是这么简单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。因为布施教咱安怎慈悲来布施生活的财物啊，咱爱持戒啊，那有戒呢，咱才会当防非作恶啊，才袂过去做烦恼啊，啊做业力啊，所以爱谨慎戒呢，是将咱呢。心口意三业造成的啊，所以咱要讲话爱真小心，咱要做代志爱真谨慎，那爱顾好咱这念心吼，啊忍辱啦，修行都爱忍辱啊。不管世间呢是人事物有偌呢困难呐，咱呢。为着众生，为着咱家己修行，自觉觉他必定爱受持忍辱啊，
一切的心呢，不管碰到什么都不动，唔通受到人事物摇动着咱这念心。第四，就是爱精进哦，爱坚持一切善呐，也都爱呢勤吼，戒除一切恶，这呢就是众恶莫作。诸善奉行啊，这咱爱真坚持吼，啊，才会当得到禅定啦。啊，有了禅定呢，是心坚定啦，就是知足一处。知足伫倒位啊？知足伫咱的一心原来清净的本性。所以啦，佛陀呢？用这五行啦，教咱去造福人群，这叫做财。也那不济智慧啦，就是清净的智慧，叫做报。所以，咱拢讲六道吼，啊，即嘛五道为财啦。那后面呢，慧呢就是报啦。外面是用哦，咱爱用啦。啊，智慧呢是咱的本具哦，吼，咱的清净佛性啊，啊，这就是报吼。所以道一切。法界立大乘，那引导大家人呐，用这呢这样做的法吼，那不管是素体、十二缘呐、六道啦，这无不都是呢，要导咱呢，噶一旦法隆重啦，体会到这份爱的力量啊。去为人间付出，这就是立大乘果无量。好，咱要做的代志真多哦，所以啊，用这呢正多的方法啦，那金银琉璃、酸罗、火撇、玻璃、珠碟，吼，这呢就是表示七宝。是不是有七行呢？这就是财富，都是七性财。两天前才讲过去嘛，吼，爱忠心啊，爱精进啊，那惭愧啊，等等啦，吼，这七性财啦。譬如呢，这个金银琉璃酸罗火撇。玻璃珠顶吼，那玻璃应该是琉璃啦吼，那这顶顶，这拢是世间呢，人人视为宝吼。啊，其实呢，佛法都是用世间人最最贪恋的物件，那这呢，该转倒转来呢，就是。专贪为师，吼，布施。那你要布施呢，家己爱储蓄，咱呢的内财，咱的内财呢就是法宝啦。所以恁爱有这个法宝啊，七性财爱真丰富，这是一种的譬如啦。世间人最爱的，啊，咱修行者。最爱的呢是七性财吼，那六道，或者是五道，那就是财宝吼，居住充阔吼，世界盈溢，充就是充足吼，
那就是表示为有为功德可用慧命，就亲像讲，咱的心有一片禅，啊，你爱赶紧真殷勤来经营咱的心地啊，啊，都爱报精进啊，咱敢那经营而无要报精进呢？这块土地是空的哦，所以咱敢那修行无够，你爱过去造福人间，这呢就是有为的功德吼。啊，这个有为的功德呢，这就是伫咧用咱的慧命，呀呐，扩种呢，就是无为功德，那扩安发心啊，无为功德呢，唔只是讲要做，唔只是立地不信啦，那还要搁再个庄严呢，地久信。咱来应用啦，来启动了咱的地久是清净真如的本性。甲迄当阵呢，可安发心啦吼，所以色界应业吼，应业就是讲充满以来叫做应哦，已经充满啦，我这仓库吼。真多啊！这个真多的仓库呢，搁得未落啊！啊，搁在下档呢，哦，搬出来外面呢，吼，就是表示呢，福德啊，无不盈满，吼，无不盈溢圆满。意思就是讲，福除了自利以外啦，伊呢利他，伊已经呢，甲这个法啦。非常的了解，家己诸多，也个多他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佛陀呢，以感悟宇宙万物真理，空长劫啊，哇，真长的时间，遍虚空法界啦，佛陀呢一定，佛陀一会。无不充满了呢，虚空法界啊，虚空幽尽，无远无穷啊！这就是表示呢，佛陀的愿力啊，愿有偌大，身体力行得到有偌大吼、哦，所以佛得无不应业圆满呐，已经呢遍满虚空法界。无不都是佛的存在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嘛。